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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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Hello， 杨洋。啊，是我。啊。哎，哥，你这车可真好。还行吧，这个破奔驰没啥。这垫多软呢，摸着毛嘟嘟的。啊，就是冬天嘛，就是我喜欢软一点，比较暖和。对。就本人比微信上发的照片漂亮多了。是吗？人的照片越修好看，你还修。都说我这本人比照片好看。那啥，杨洋，我先给你道个歉。怎么了？就是咱俩不是微信聊挺好吗？对啊、是吗？嗯。就是出于自私吧，我隐瞒了一点东西。隐瞒什么事儿啊？就是我结婚了。结婚了？你当时也没说你结婚了、啊。就是我，就是咱俩当好朋友处，这里边特别复杂。你看为什么这么年轻有这么好的车，对吧？这么好的条件，是我媳妇当年有钱。我媳妇当年有钱。医生说我胃不好，喜欢吃点那个软和饭。没事没事，哥，我不介意。对，就是所以说咱就是，除了就结婚，咱其他的咱都正常。我肯定不能差钱，不能差事儿。行行行。没事没事，哥，这都是小事。对，那咱俩就当朋友交，就开心就行了。对对对，我们就做好朋友挺好的。那就我找个地方，咱俩就溜达溜达行吗？不对，哥，我们这第一次见面，你怎么不表示表示啊？你看我这大直男吧，我也没咋处对象，家里包办的婚姻，不懂这套。你看你微信也没说你喜欢啥，我就没买。我就没买。那我不说，我们这当朋友的，你也不能什么都不买呀。不就是那点乱七八糟的东西吗？那我真没买，那你看他。那怎么办？但是大礼物没有，小礼物还是有。这是你这也不是直男吗？还挺细心的。香奈儿的，对吧？颜色色号我就不知道了。这个我比较喜欢。嗯，想要吗？想啊。那你不得叫点什么？哥。哎，惊喜吧，不是陆陆续续的。第二个，那你还得叫点啥？哥哥，我跟你讲，只要你叫的越甜，这东西可能越多越长。越多越长。哥哥，哎，下一个，亲爱的，下一个，爸爸，爸爸，不是，等会儿老妹，这过分了，一会儿你们叫爷爷不叫粉圈去了吗？不，没事没事，哥，再继续啊，你就叫哥哥就行了啊，来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喜欢。我也不知道女孩子具体喜欢什么颜色，反正我就整了一堆口红，不喜欢就可以扔掉。哎，不对，哥，这不才九支吗？那不都说十全十美吗？老妹，告诉你，还有一个在那个位置。哥，你真讨厌，你这么色。不是我色，那玩意儿确确实实在那嘎放着。对吧？看我也喜欢。喜欢。咱就聊到这儿了，然后我刚才开车过来了嘛，腰有点疼。咱就找个小点的地方，咱坐个五分钟、十分钟的，咱走行吗？不是哥、你这么强壮，就十分钟。你这么强壮，就十分钟。不是，这老妹儿，你真能扯、我寻思吃个早餐啥的，我也不是那种人家。我也不是那种人家。是我误会了。对、但是我之后有这个环节。之后有这个环节。你期待吗？这么回事呀、老妹儿，你说。那个环节吧，我还准备了比这个更牛的惊喜。哥，我就说嘛，你不是那么粗心的人。那咱们把后边环节提前弄。好，那我们什么时候走？你他妈这比我还着急，现在就走，安全带系上。我跟你讲，惊喜。感觉这个屋咋样？这不挺好吗？哪都一样。我也觉得还行。你这屋平时我也来过。你平时抽烟吗？哥，你还有心情抽烟呢？ Only you。有点紧张了。你有什么可紧张的？就是，感觉你比我着急呢。我没有。我觉得一句老话说得好，就人在开心的时候吧，做啥事都比较完美。这么回事？我定的啥？我不给你惊喜吗？你得把惊喜看了。哥，那惊喜早晚都是我的，早看晚看不都一样吗？惊喜也在过世。这么回事？那我们可以先去看惊喜。一块儿的，一块儿的卧室，对吧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我跟你讲，这惊喜一般人走不了啊！赶紧的，老妹儿，我告诉你，我给里边藏了十块臭豆腐。你俩是这些？这个臭豆腐吧，它闻起来是臭点，但是它我估计它吃起来也一定是臭的。所以说呢，今天这个臭要用到极致。如果说一罐解决不了这半斤菌，我就十罐来。昨天结果是怎样的？那视频里边见哦。你前脚都给你奶包，听没有？哎呀！抓紧找啊，找着十块钱的，我给你奶包啊！说话说话，快！
老妹儿，老妹儿，这里边卫生间吗？你快点找，你找着我真给你买包，快点的。你别转了，别转了，真的，来，我马上给你打开，别转了，松手，松手，别转了啊！我你不要了啊！啊，再见啊，狗狗哪里来？